高院长也去啊？嗯。那你妈同意了？暂时还没有。那等我们婚礼那天，如果高院长来了，那你妈的心态不是就崩了吗？她自己跟我说的，她会搞定啊。哎呀，高院长想当一个好父亲、好丈夫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可是你妈怎么滴水不漏，一点机会都不给啊？哎，你都写完了吗？没差谁啊？你爸和振雷呢？我们家我妈和我姐来就行了，他们不用来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特别不好啊？不是你刚才那么看着我干嘛？我不会劝你委屈自己去包容谁，但我希望你做的决定都能给自己带来正面的情绪。如果你觉得跟你爸和振雷彻底不来往能让你放下包袱重获快乐，那我一定无条件的支持。但是如果只是一时的赌气，事后反而让自己心事更重，那我觉得这个决定就不值得。你说呢？睡觉。感谢各位嘉宾的莅临，这里是一个新的起点，我院心外科将继续充满活力与干劲，心怀理想与抱负，坚持专心、爱心、恒心、信心，为民救心。现在我宣布，燕西医院心脏移植中心正式启动。你把这个老年大学的招生简章拿回去给你妈妈看，说不定她会感兴趣呢。这课程选择还挺多。现在有很多退休家长都去念老年大学，而且是一去不回头啊。他们在学校里面有朋友、有圈子，有很多事情要做呀。他们一忙起来，整个情绪都不一样了，总比一直闷在家里强啊。那得争取让他去啊。最近任务太重了，我都喘不上气了。你爸妈昨天没给你做好吃的吧？啊，我爸妈？嗯，他们昨天来机场找你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们什么时候来的？哎，你前脚刚走，他们后脚就到了，走差了呀。那他们说什么了吗？也没说什么，就在大厅逛了逛，知道你是全公司有名的飞行达人，哎呦，可把疑心弄坏了。这老爷子吧，虽然啥也没说，不过呢，估计心里也不太好受。哎，你是不是最近忙着结婚都没回家呀？那不应该啊！你看你爸妈多疼你啊！为了见你一面，大老远跑过来。你再看看我妈，哎呦，我好不容易请假吧，回去跟她吃个饭，陪陪她。嘿，人老人家恨不得要给你甩出去，生怕我耽误她跟她姐妹聚会。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值机吧。知道啦，我来记着。你去召集人吧。嗯。
只是一时的赌气，事后反而让自己心事更重，那我觉得这个决定就不值得。您怎么来了？洪富士，你喜欢吃的，就在咱们家楼下的超市买的，还挺脆挺甜的，我就给你带来点。我，公司什么都有，自助餐什么的。都可以免费吃，有很多水果，您就不用大老远跑一趟了。是，你们公司待遇都挺好的，我其实也是瞎操心。那个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飞了，您路上注意安全。玉清啊。急诊室那个事儿，爸爸当时是急昏了头，但确实不是不管你的死活，你想的太严重了。你和宝在爸的心里边都是一样的，没有谁高谁低，谁重谁轻。知道了，玉清，你和清风结婚。爸祝福你们，你真的不想邀请爸参加你们的婚礼吗？玉清，爸对不起你。一直以来，我确实在等您说一句对不起，但道歉是有期限的，并不是伤害了对方以后，任何时间想起来再去说一句对不起，就能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就能当这件事情烟消云散。您快回去吧，我要飞了。